大家好啊，又是我 Aqua。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USB 线。咁究竟点先至一条好线呢？换生活，落科技 ，Unwired HK。坊间大部分充电线都是普通塑胶面，所以磨几下、屈几下就好易爆啦。下下黐翻啲胶线真系好烦。咁有咩计呢？试下呢隻二合一嘅充电传输线啊，无论系 Micro USB 头定 Lightning 头都用到，有埋 MFI 认证，支援到 Apple 所有产品。仲有线材用咗高导电性能嘅纯铜线 ，support 2.4A 输出，所以插电都快过人。除咗插电，佢又过到 data 嘅喎。线材本身已经够硬净啦，外层仲有坚硬嘅尼龙包住，唔易爆线，够晒襟用。呢隻线咧仲有几款式添，点都有一款衬到你部电话啩。加埋佢本身包装已经够靓仔，啲字仲托埋眼又性感，我嚟做圣诞礼物都真系一流啊！